到圣母庆生的期间，台北市关渡宫会在每年的春季举行护国佑民礼斗大法会，又称为春季植安礼斗法会，或简称春季礼斗法会。法会日期是从农历3月17号起到3月25号为止，为期9天。同时，关渡宫都会礼请德高望重的法师主持法会的各项祭礼。关于斗是指星斗，也就是人的元神来源，所以拜斗即是在朝拜自己的本命元辰，增加个人的元神光彩。在这为期9天的法会期间，是关渡宫最为庄严隆重的时刻。除了道士的法音长转，虔诚的信众们也会踊跃点灯立斗，祈求天上圣母的庇佑。至于拜斗，必须要立斗灯，并在斗灯之内放置10种法器，具有微妙灵应的神物，可以驱凶避邪、消灾解厄和祈福延寿，保佑全家平安团圆。凡参加春斗法会的信众，最好是在法会前1个月完成登记，以立撰写书文，立斗祝告神明。同时在法会的期间，若能亲自出席诵经参拜，更能获得圣母的庇佑，福慧双修。另外，在法会结束的1个月内，要记得领回斗米回家享用，将会获得最大的福音哦。